近日，中国同尼泊尔两国共同宣布了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程8848.86米。在珠峰高程测量的过程中，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重力测量团队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结连式重力仪发挥了重要作用。航空重力测量是将重力仪放置在飞机上进行动态重力测量的一种方式，可在空中像离地一样沿着事先设计好的侧线飞行，获取飞机经过的空间位置点的重力数据值。在珠峰高程测量中，采用航空重力测量的方式，可以快速获取珠峰地区大面积高精度的重力测量数据，实现珠峰地区厘米级的大地水准面的测量精度。